说看。哇，扛回来了呢，是不是？没扛回来就不是活人了吧？王子国中暗成黑历史，被问女友哪曾之巧出来当。就是最近为什么一直po一些以前的嫩照？看到以前的照片有什么感想感触？就以前真的是比较暗沉哈，对。然后呢，自从使用了 Chocolate Baby， 我是说真的。王子真的是最佳品牌好友呢。看品牌代言人曾之乔十六日出席维生素 B 群在台上市记者会，不过却被问到。所以香港不是很安全，嗯，但是英国。我也不太清楚他细节啦。报平安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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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电话。都会啊都会，但是也比较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吧。我下信都有，跟你有见下面。有啊，都有见面。最近我在追剧啦，我在追那个你那边怎样，我这边 OK。对，我很认真在追那个。我在想说你什么时候会把我拿出来打？终于出现了，你出现。而且看你们。的戏会隔周播嘛？对，所以要补充 Chocolate BB 提升记忆。不要乱讲效用哦。啊，不会不会。提升精神啊，提升精神专注度。OK。记忆的部分可能要吃别的东西。脑洞新闻，其实多吃银杏也没用哦。报道。苹果的新闻都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。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